大家要看一个影片，新丝绸，那个歌名叫 Nubi， 是乐团叫 Nubi， 哦，乐团叫 Nubi 啦，哦，好帅啊，好屌哦，Hard warm， 没有听错。哦，这个人姿势很棒，这个是吧？还有拉筋。哦呦！像抱起来，最帅的，最拉筋。哦，帅啊！这帅就好了。这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不是很棒。哦，这后面很帅，这是我的。哇，还是很帅，还是很帅。哎，但是录了，今天这还没做好，对不对？故意穿绿裤，故意穿。好屌！哇，好帅啊！他们长度真的好帅，看起来好帅。看看楼上那个 Star Trek， 比较帅啊，比较帅，哦，还是很帅。Spot， 我觉得就是那个 Star Trek 那个，然后那个紫灰头发那个帅。我刚才只在讲干话，我记得我好像听到什么 emoji， 然后什么好像跟就是线上什么有关。对，你听到那段就是这支 MV 的主轴，都塑胶了还要整谐音。那干脆去变 emoji 哦，他们不应该画，对啊，那怎么要画这么多？怎么要拍这么什么？他们真的要生死就是在一个房间里的，就是给你直接把它剪掉，不要用。No， 还有个男的，对，还有个男的，酷啊，他看起来很可爱，然后就是起来，如果我女儿，我就会 this guy is nice， 他会把蟑螂放到外面 ，nice you。哦，有可能会打架吗？这个可能会打人，他可能会打人，有可能会拿那个我的 daughter 来当那个 drum head。嗯，对，哦 ，yo， this dude， this is the one， yes， Star Trek， 这个人超帅，你看他表情都一样，嗯，超帅。哎，笑的，破功。哦 ，Sky是不是男生？嗯，他应该是就是最帅的女生，小女生就行。他骨架很漂亮。我还是不用他，他应该是大众会最喜欢的，最喜欢的。可是那个，我觉得这个是那种艺术家会喜欢。可是你知道长相和那个和这个个性其实是很难摸透。我知道，我觉得是鼓手或者是啊 ，I don't trust that guy。You don't trust this guy？ 如果只看外表，你要选谁？只看外表，我可能会选他。其实，因为我觉得会这样做的人，他就是知道他自己在干嘛。那我觉得有一些就是我这个人，这个比较这个一定这个这个一定有问题。就是他，或是男朋友太多，是 whatever it is， 然后怎样，就是我觉得他有点太帅，对，就是女生带他回来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哦 shit， 我都要穿比较更帅，对吧？对吧 ？I love all， 对啊，一定要相处了，你要选一个啊，哎呀，我女朋友不是我女儿喜欢什么，她就哪一个。